了解棒球场上的大小事。大家都知道，在比赛中想要得分，跑垒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但是你知道，跑不好的话，不止没办法得分，还会白白增加出局数哦。这一球出棒很高，但是要看落点有办法接到吗？华丽，哇，接住了，又是林哲轩。九局下半，拉米戈桃园攻占二三垒，蓝衣人击出中外野飞球，没想到却被林哲轩的美记手背给没收。不过二垒上的林立，这时候已经快马加鞭冲回本垒，甚至还超过三垒上的陈俊秀，所以最后林立被判决出局。因为依照棒球规则，后方的跑垒员是不能超过前方跑垒员的，一旦超过，后方的跑垒员就会自动出局。越位跑垒在棒球比赛中是非常重要的基本规则，希望大家看完今天的节目都能把这条规则牢牢记在脑海里哦。那我们野球知识家下集再见。